又望到维港烟花景，又望到西九文化区高铁站、九龙站，呢、这个景系咪好吸引，好想拥有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九龙站嘅 Cassie 啊，今日咧会去到 Grand Austin 同大家介绍一个三房单位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去睇下。即刻俾个平面图俾大家睇下先。入门咧见到非常高嘅楼底啊，豪宅果然非同凡响。经过咗玄关，左手边就系厨房，右手边见到长形嘅客饭厅，实用率极高啊，放个大型嘅家私都非常合适。望翻出面单位嘅景观，咁西九文化区而家正在兴建中，起好之后呢度景色会更加迷人啊！即刻带大家参观下主人房先。景观全屋都同享，无论爹哋、妈咪或者小朋友都可以望到呢个咁恬静嘅海景啊！咦，主人房仲有个小露台喎、哦，有时瞓唔着，想一个人独自喺出面谂下嘢，都唔使行到去大厅。利用另一个角度睇翻主人房，原迹有个凹位，喺度做个到顶嘅衣柜，要放四柜嘅衣物都绰绰有余啊！主人房套厕咧，亦都有淋浴同埋浴缸，做到干湿分离。而家即刻带大家睇下第二同埋第三间房，呢两间房咧其实个大小都相若，非常方正实用，亦都系同大厅系同一个坐向嘅。嚟到下次啦，呢度咧都配有浴缸，小朋友细细个住喺呢度都可以享受到浸浴，非常羡慕啊！嚟到厨房见到系 L 型三个炉头嘅设计，单位咧已经配有全新嘅洗衣机、蒸焗炉、微波炉，新买家都可以即买即住噶。如果你或者身边嘅朋友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欢迎同我联络上嚟参观呢个单位啊！